看到我身后有这么多部电脑，相信大家都知道在一个电影的场馆里面。没错了， CJ 香港电影馆在旺角的新场明天就会正式开放给大家，现在就等小佬带大家看看有什么玩。相信每一个 gamer 的梦想都是家里面有一间 full gear 的房，但是有哪有这样的钱呢？不过不要紧，来到 CJ 香港电影馆，我们就有得体验一下究竟 full gear 是一个什么感受。哇，是粉红色啊！誰說男仔看到粉紅色的東西不可以興奮才行？讓我坐下試一下。喂，這是女性專區來的，男仔不坐得的。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是 girls only， 我還想著是記者可以借一些試一下。唉，除了來比賽和做 training 之外，這裡也預備了幾間直播房給大家的。都知道大家平時做 live 都在家裡做的，這些設備都應該……唉，我明白的。所以呢度就預備了一堆頂尖的設備給大家做 live， 我不理大家了，我體驗一下這些設備先。成日都覺得看電競比賽的地點好像很遠，不要緊，因為在 CJ 旺角這個電競館的地牢就是一個很正規的電競比賽場地，有 Media Center， 未來還有很多大型比賽會在這裡搞，大家記得留意啦。整個場地這麼大，沒理由浪費了，除了電競專區之外，這裡還有一個 VR 體驗區，雖然暫時還未對外開放，不過嚟緊就會慢慢陸續加啲唔同嘅 VR game 落去噶啦，我啊唔理大家住啦，我啊先試咗下先，大家有興趣就自己過嚟睇啦。